那个交织的方式啊，好，那谈到交织的话，其实有个交织计划，好，那交织计划是要注意审查它的时间，好，控制它的时间在初拟时间内完成，好，然后有些探督事业督导了哈，如果夜间必须要施工，要注意它的照明，好，那交织前要提出它的交织计划顺序认可，好，那尽量平均分层交织。那这一张表我特别讲一下啊，这是林口一个启智学校的工程哈。那你看到它这个是这是校舍，它是一个合院式的校舍。那一开始做的时候，它第一件事情，它先计算混凝土的体积，先算出板的体积，好，那有数量啊，但是0.15一看就知道是板厚，有七块啦，有什么，它去算，好，那量的话0.35乘以0.5，那是扣掉板的厚度。好，那这就是两的断面，然后呢乘以有四乘以18跟两，他把混凝土体积算一次，这个各位不必太去 care 这个东西，这个你去估价会算就算得出来了。好，然后呢柱有几个？好，那40×60的高度它3.05，12根，8.8方，墙没有，它是这样算出来之后，全部38.2方除以9方1车。哎，9方1车算不算超载？这各位去自己去看哦。他们都装9方，装到10方都有哦。那一方的混凝土是2.3吨，9方到底是几吨？你称称看哦。好，那称起来那个重量有没有超载？会不会压坏路面？超载目的是怕压坏路面而已。哦，好，他算起来是5车。这题外话我们去算哦。五车的时候，每一车间隔10分钟，10分钟大概最大接触时间就是50分钟，5×10，50，小于1个小时。OK，这个交织计划，看懂没？好，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流程，从这边算过来到怎样，2部车交织。OK，好，同时要有一个办公室有2部车同时进来。好，OK，好，这应该是台泥的了，这个是看不太清楚应该是亚泥。OK，好，通常为公司车要看车门旁边有没有写什么工程行，这就是私人的。如果上面只有写公司，比如说品牌水泥，那这是公司车。OK，好，那课本附这一张，其实这个不是交织计划书的，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是连续壁在做的时候，挖土的时候清土区域，有没有看到？他说：“经变更设计分为几区，分区交织混凝土。这个我看了半天哦，你交混凝土干嘛？还有污水处理师？这个这张图我看了很久，对不起，我看不太懂。所以他是这么叫交织计划。好，那有的话可能是要做连续壁之前，我们先做简单的交织分区而已，大概就这样，懂吧？那一般连续壁中间放一些沉淀池啊，什么或等等的那你卡车最后怎么洗车出去嘛？大概是这样啦。如果是交织计划，应该。”哦，不过他要硬讲的交织计划，我也可以接受啦。就是说啊，你旁边分区从哪里开始这样子可以，好不好？OK，好。那交织的目的，材料不能吸力，不能有冷缝，模板不能变形，三个原则。那交织计划书就是按照你的范围、数量、顺序、配管的路线，那从最远的开始，复杂的优先。那它的位置不行的话，留施工或者留在什么地方？那人员怎么配置，怎么调度？那机具的使用，有一些人工的一些简单的机具怎么使用？那怎么去养护？怎么去修饰？那有突发状况怎么办？这个考验的我们当在工地里面的人员的，其实那个反应能力，这真的很重要那施工再怎么去查验那这是管理管理的预班车这是中兴大学的一个工程好。那施工检查表大概就是这样，各位可以看到，好，第一个 title 的部分我就不谈了，title 就是包括你的检查表、合约编号、工程名称、位置，那检查结果说明，它有分为混凝土交制前、交制中、交制后，那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模板主义、交制的工作、进场检查、交制修饰、养护、拆模、完成面，好，这个是比较完整，这个就是中间条列式不分它的细部内容，直接列下来。这个比较优我个人觉得OK，那这是我们工程会给的，有没有看到？它是参照这两个东西结合出这个东西出来的，很厉害好，差不多的内容你去参照，
这个表格，这个文件档在工程会的网站可以下载，书本都可以下载。我建议你把它下载下来，成为公司里面的文案，就是一个表格，将来要填这个表格，这就是可以拿来用，知道吗？不用再重新建立啊。好，这是国道啊，国道高速公路局哈。每次看到他们图标上面盖章的，原来主管都认识，有的是学长，有的是学弟，看到有时候都觉得好欣慰。好，所以这验证了以前我老师讲的一句话。你在这一行业只要认真做30年，你一定会崭露头角。30年，哇，好好做，啊、哦，好，啊、哦，不过我没有崭露头角，我的同学他们都好厉害，真的，啊、哦，好，这是一个表格，你去参照看看，啊、哦，我们一直是摆渡人呐、啊，把人从这边再到那边，下了船又再一批人过来过去了，啊、哦，你在学习的路上，在这个路上需要学习，我们只是把它引渡过去而已。最终都是看每一个人自己的表现，真的。好，有学生有教出很多土木技师，有教出很多的有建筑师，那毕竟那么厉害，对不对？那什么学校呢？他考上，高雄，我不能这样讲，这个学校不好，比较不好的学校。然后他进去之后，大四那一年就去考建筑师，我想他怎么可以去考、啊？他就考上了。放榜，寒假的时候放榜，高兴的老师跟老师，我考上建筑师了，我恭喜啊！哦，他们那个学校最近已经收了，好、哦，我们不要讲那个学校。那他，我学校还把他做他的广告，哦，所以人的成就不是在看别人，是你自己的努力。好、哦、啊，你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启发，那叫贵人。贵人不是给你钱的人，哦，好，对你影响很大的人。好嘞，好，交之前注意事项：要订定计划，要审查，配比计算书，要试办，要防止意外。哦，至少期你看这个管电模板是比较不 OK 的，正确是要电那个什么轮胎会吸震。哦，好，那检查有没有一个涂油的设备啦，有没有杂物啦，有没有有害物质，有没有排水，有没有清除？好、哦，松动的混凝土有没有清除？好，那填报浇制混凝土查验报告表，这都要去做啊。这是一台自动的那个抹平的机器啊。OK， 这的他们在主模前就要清理了，有没有看到？在封模板以前就要拿这里的机器去把它喷啊。那其他要注意预拌车的数量，调整车速，不要等太久，也不要空太久，产生冷缝。那浇制区的高层有没有标示完了？输送管线有没有架高？这些项是很多，这都是我跟你讲，这边我怎么来？这边就是缺失表里面整理出来的。好、哦，检查缺失表里面东西，内外部振动机有没有齐备？那养护材料有没有齐备？好、哦，那浇制导时人员是不是足够？那有没有电源设备？有没有噪音？有没有垃圾清理？好、哦，这就是现场。工地主任就要先去浇水。工地主任不是翘脚在那边叫主任的，知道没有？以前我这都叫很顶霉了。我以前在当监工的时候，那时候龙哥很顶霉，这很顶霉哈。那时候就是这样称呼我们哈。好，工地我待过哈。那以前哎，那个荒唐的岁月哈，来哈，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哈。现在很制度化。如果现阶段我接触一件，我一定会好好的待下去哈。我要好，待过以前就是那种环境，太动荡，然后大家都用很快的方式得到他们要的东西。好，好，那是浇了水，记得不要积水啊、哦。这就是你看他们这些浇制人员的器材全部都准备好啊、哦。OK， 好，那浇制的注意哈、哦，你要注意不要加水。那墙的施工要注意，墙柱的施工通常都在3公尺以上，注意材料吸力和导管。那楼板跟梁就比较没有那个问题。所以通常出问题都是墙，好、哦，墙跟柱，好、哦、，OK， 好。那浇制员落距不要太大，不然会吸力，好、哦，一次完成为原则。那厚度大概是15到30公分，那直接浇制在最终的位置，减少扰动模板，好、哦。那柱跟墙有脱肩的惯造脱肩，脱肩各位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了哈、哦，就是梁底下跟柱的接头有块斜斜的，现在不做脱肩了哈。哦，其实如果你是学本科系那个剪力弯曲图，固定端的剪力弯曲图旁边就是一个这样斜的东西。那如果你的结构设计跟弯曲图形状相同，这是非常省的东西，
非常节省材料的东西。好，弯曲图就是这样，那一个形状，它就设计跟弯曲图一模一样。好，你看最多的就是林口那个林通彦 TTY 设计的林口官渡大桥，连续五口桥就是这样，那就是弯曲图。OK， 好，你看那个桥面就是弯曲图。OK， 好，我每次教弯曲图问学生，那一个你看这个桥，那就是连续五口桥梁。三孔还五孔，对不起啊、哦。好，不要有冷风，不要超过时间啊、哦。好，这是关注的情形啊、哦。那速度也不要太快，避免侧压力模板。那最多最多哈，墙45公分。好、哦，那这是导演告诉你说不要去碰撞，一碰撞的话材料就会吸力。好 ，OK。热天不要超过1米5，冷天也不要超过1米。冷天那个混凝土的水化速率会降慢。会降低，好，那装材的胶质是一直是一个重点啊。刚影片说这边开一个口，看到你灌到哪里，没有说边边这边很容易失败，好，那你看他讲说先灌到这边停一下，再灌这一段 ，OK， 好，那同一个高度先停一段，再循环完成，好，那量的完成就是从两段开始，像中央每一层厚度3次，分批分批灌灌，不要一次灌满哦。不要一次到位，事情没有一次到位的啊、哦。那两根拖筋一起交织 ，OK。好，那板从远端开始，从最远的地方开始。好，交接面我们用钢丝刷，刷成毛糙面的、啊、哈、哦，那粗糙面就对了哈、哦。板跟柱帽梁一起灌，所以楼板是要跟梁跟柱帽，就柱的上端一起灌制 ，OK。这是工地在灌大底的时候啊。哦，这地方要注意的是管控高层，大底灌完你可以检查高层是不是出了问题，不然你底下阀基要做上去就那就麻烦哈、哦。OK， 好，这是灌浆的情形哈、哦。OK， 斜板浇筑刚刚看过，是由下往上啊、哦，那这个原则记得就好。那他讲的 A 啊，力径太大，配比不对，混凝土已经产生结块，时间过久，坍度太低，温度过高，这些都是原因。好，磅重的管线里面如果不清，清管不彻底，就会管壁就会堆积，直接曝晒阳光，哇，那很惨，马上塌沟，弯管太多也是，所以这就是你在工地配管的时候，管线在配置的时候要注意的情形。那磅重机注意它的能力好不好，不要不连续，也不要中断太长，哦，所以，哦，很多原因的哈、哦。好，那突发状况，机械故障，那。平常要做好人脉，不然没有人理你。OK 哈、哦，好、哦，协力厂商救援。好 ，OK， 好，这是一些情形啊，这是保密框嘛、啊哦、那你看上面很漂亮、啊、上面用灌导石碗很漂亮、啊、下面就没有注意到，柱常常看到蜂窝现象，这个剪力墙也常看到，前面这段这段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好、哦，后面要钉模板补起来哈、哦，那这都是不 OK 分层。哦，那这个是那个，这是地震完爆裂的情形，在桥墩呐、啊，哈、哦，好，这是这个部分哈、哦，好，那我们再看一点点，这是胶质哈、哦、，OK， 好，这个影片要中断一下，好。